之前在公所，过咱的里长，包括议员，即代表因吼，拢有反映有寡工作需要来做，对，看较低，安全上嘛问题。今日看这个狗仔看起来的时候，发现讲，哎呦，啊那咱的倒边的花遮悬着，啊正边的花遮低着，所以真正大水大的时候，对这流落的时候，安怎拢总对这边的产业溢出，拢对这边的产业溢出。所以即马咱要安怎？要甲这个花家黑花台加宽加80cm。今仔日大概北环西，我们就是把它加高80公分哈。那我想不只是淹水的问题可以解决，那包括呢我们的安全性哈也都可以解决的哈。今仔我们做一站，但是迄小花钱啦吼，做两解做吼，啊但是钱无够吼，啊嘛感谢咱的馆长甲咱所有民意代表吼，大家拢足关心的啦。